看电视总关上半年播出的现实题材剧，不是叫好不叫座，就是叫座不叫好，悬浮，三观不正，脱离年轻观众，成为现实题材三大弊病。文是多霹雳来源，影头人2018年被称作现实主义回归年，在纵观上半年播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网剧，不是叫好不叫座，就是叫座不叫好，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爆款诞生。由于政策的鼓励，再加上资本的介入，市场对于现实题材影视剧的需求量增大，于是在古装剧暂时失意的形势下，大量伪现实主义题材剧浑水摸鱼泛滥市场，米莎剧下呈现的质量良莠不齐，两极分化严重。虽有种种利好形势同时推动现实主义的发展，但面对上半年不咸不淡的市场表现，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题材是一块不好开发的璞玉。四部像悬浮剧泛滥，相较于一般偶像剧、古装剧，现实主义题材的剧本创作难度非常大，不仅需要准确切中社会脉搏，对接社会热点话题，从而打准受众心理痛点，在人物的塑造上也更加考验创作者的功底。很多创作者由于缺乏生活积淀，对社会的了解总是流于表面，误把现实生活的场景当作现实主义精神，满足于描摹表象，深不下去，成为远离生活的悬浮剧，不像真都市、真奋斗，也不像真人性、真实情。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大多现实题材更像是美图后的产物，柔光、滤镜、清一色的锥子脸，频频出现脱离实际、失去美感的糟糕审美，本质还是谈情说爱的偶像剧。男主角一出场就自带柔光，永远甩不开偶像包袱。女主角即使人设是经济条件普通的平凡女孩，却一直考究，妆容精致，行止高雅，居住环境接近理想。在场景设计上，偏爱高大上的布景，以千篇一律的设计师审美营造出炫目繁华的梦幻场景，与现实生活脱节，也让观众难以融入剧情。比如亲爱的翻译官中，男主角房间里的书都是贴面的假书，我的体育老师中张嘉译的住处装修的如同样板间，缺少家庭的温馨感，而美好生活等剧中布局较小，物品较杂乱的布景反而更能引起观众共鸣。其次，在剧本创作层面，主角人设过于高大上、偶像化，也是目前现实主义题材剧为人诟病的症状之一。比如谈判官讲述了商务谈判官和富二代的爱情故事，老男孩讲述了民航机长和老师的爱情故事，恋爱先生讲述了高端牙科诊所的牙医和大堂经理的爱情故事，清一色的小情小爱讲述底层小人物的现实题材却屈指可数。可以恋爱，但恋爱不是送豪车豪宅的一掷千金，而是照见爱情本身，还原生活本身。可以创业，但一定要符合大多数人群的创业现状，而非富二代式的几成家产或天才式的一步登天。可以奋斗，但不是各种开金手指快人一个接一个神速登上人生巅峰的轻松和写意。三观动摇，价值观容易出现偏颇，在反映当下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传播主流价值观，但大多数现实题材剧仅限于蹭蹭社会热点，打打擦边球，最后宣扬的却是糖衣包裹下的落后价值观，有的甚至将观众的思想朝着不健康、危险的方向引导，对真正的拼搏和奋斗全无展现。如果说欢乐颂一还有关注阶级分化、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欢乐颂二则完全变成了成年人的友情童话，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粉色泡沫。比如北京女子图鉴虽表现了一些诸如靠美色上位、物欲横流的价值观，尤其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面，但对比日版，在人物深层次动因、社会背景等层面只是几笔带过，未能深入了到背后复杂的社会机制问题，导致主人公人格上存在缺失，整部剧在价值观导向上也出现偏移，最后只得在结局处做出挽救，
未尝不是一种创作遗憾。北京女子图鉴原本想讲独立女性在城市打拼的进阶故事，但女主角在剧中却变成了三观动摇、脑子一热就嫁人的莽撞女性，不见职业成长，情感走向也大洒狗血，充斥陈词滥调、老旧套路，远离年轻观众。近来我们总能看到家庭伦理剧、励志剧、年代剧等现实主义题材盛行于各大电视台，由于政策的鼓励，从2018年开始，现实主义逐渐分流到网络影视市场，影视公司积极响应现实主义的召唤，试图撬动这块大蛋糕。要知道现在的95后、00后的生活与互联网的关系愈加密切，有些一出生就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在这样快捷的网络环境下，陈词滥调正在被关注淘气。网上市场年轻化、网感化的受众特性决定了新时代需要新的现实主义，但很多制片公司仍旧用僵化的作剧思路去策划开发现实题材，在内容、价值观传播层面与年轻观众的审美心理严重脱节。比如美好生活虽然市场表现不错，但从受众来看，年龄集中在30到39岁，其创意借鉴了韩剧陷入纯情的换心梗，只是将酷帅总裁换成了中年大叔，再加上套路满满的误会梗、多角恋等设置，奈何其实是一部中老年剧，现实题材也出过一些诚意满满的佳作，不仅口碑不错，而且制作精良，堪称现实题材良心剧。但由于缺乏精准的营销，以致市场表现一般，比如《情满四合院》《生逢灿烂的日子》等等，为了贴近现实又不吓退观众，创作者们必须把握好尺度，对现实题材的内容把控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在真实的同时兼顾艺术表达，需要内容方研究受众心理，从社会现实、生活本真出发，紧跟时代，推陈出新。